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丹，我是美乐。我们现在在高速公路的休息站，准备要出发去南投。那南投呢，是我们台湾唯一不靠海的城市。来到南投啊，大家通常都会想到去清境啊，去合欢山啊，去日月潭。那这次的南投影片，我们除了要去日月潭跟几个南投的特色餐厅跟小吃之外，我们还会去一个超美的露营区露营，还有玩 SUP。跟一个秘境瀑布哦。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帮我们点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走。我们自己在安排行程啊，就是会用这个 Google Map， 我就会定几个点在上面，然后这个就很方便，你到哪里你就可以看说，哎，这附近有什么好吃好玩的。那这个地图如果说大家有想要的话，可以私讯我们的 IG， 我再分享给你们。我们南投的第一天呢，主要是要去佛水山庄露营。那但因为现在时间还早，所以我们来到国姓这边的茄东神木这边来看这个神木。然后我们来这边来，就是因为我看到那张茄东神木有一个台湾的形状，这样子很酷，所以我们就决定要来。然后来到这边啊，导航就是导到茄东神木的停车场，它这边就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。然后停好车之后，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指标指向神木那边。那听说从停车的地方走到神木只需要6分钟哦。它这里指标蛮清楚的，就你不会走一走之后想说，哎，我不知道该往哪边走，这里好香哦！你看这里就是有一个香茅工坊，那棵茄东神木就在那边不远了。我们刚才走到一半，有几位姐姐跟我们说不是很好拍耶。我们等一下会不会根本就拍不出那个台湾的样子啊？他说那边现在有人，我们赶快去看。到了，真的果然走没有多久就到了。它这棵树就是这样，有一棵很大的洞，然后从洞的这边，从那边看过来，有一个角度就可以看到非常像台湾的样子。我在抓这个台湾的形状，你有抓到吗？有，它一定要有一个角度这样子。有吗？我看看你有没有用出台湾的形状。这样就有，你看这样就没有，哈哈，这样子就有。你看这样有吗？有一点点，有像了番薯了，但是还不像台湾。为什么我拍的台湾好像屁股有点短啊？好像屏东那边不见。就真的没有人跟我们说，我们也看不出来那个台湾在哪里。对，还好刚刚遇到了人，是真的要有一个角度才拍得到哎。嗯，不然就不是少了高雄，就是少了花莲，就是少了垦丁。真有趣哎，在树林看到台湾哎。嗯，哎，你帮我拍的这个台湾也太胖了。有啊，我看这个拍的不错啊。嗯，对对。你帮我拍的这个也太窄了吧？这是什么小台湾？你看这个。我们在要去埔里吃午餐的路上，看到这一间很像我们在科尔玛看到的波尔的移动城堡哎，它的建筑就像是在东法那种建筑，就都是像这样子。美女与野兽贝尔的家那边的建筑也是长这样子，然后周边都会有很多花，好有趣哦！你看它这根本就是学那个科尔玛那一栋啊，对啊，一模一样。我刚看照片根本就一模一样，对。而且更妙的是，它现在这个呢正在卖。听说非常贵哦，这感觉是贝尔跟野兽回到他们的村庄之后会盖的一栋房子，真有趣。它这城堡外面还种了一排落羽松，哎，非常厉害。之后如果说开成饭店啊，住这边感觉打开窗户之后就可以开始唱贝尔的歌了。是不是这样？你还记得 ？Patty， 你看这个角度看起来就有像在欧洲里面的城堡的感觉哦。只要不要有那个猪瘦的牌子的话，所以我们要来吃这间在埔里的竹乐，它这间是一间日式的餐厅哦。然后它这边你一进来，就会有看到满满的田园造景，超级美的，超美的。而且你看它这边旁边的树啊，跟这边的植栽都是很精心的为他们打造的位置，就是在真的是在那种日式庭园里面会看到那种树。它这边进来都是要脱鞋，然后放在旁边的鞋柜。它这里除了有正餐之外，还有这些甜点可以当下午茶哎。这都是他们这边现做的，这个甜甜圈，这边就是直接坐在地板吃饭，好像来到日本哦，真的好日式哦。Maddie， 你看它外面就是一个日式的庭园呢。对啊，我看到那边有水池，超日式的，感觉外面就可以拍很多照。它这边的餐点就是有分咖喱跟定食这两种，它的套餐就是有含红茶跟一个汤。我点的这个炸猪排咖喱饭，你看好丰盛哦。还有很多的蔬菜做搭配，然后还有一个半熟蛋在上面。我点的这个是迷迭香烤鸡腿，然后它这个套餐还有夫妻一样的小菜跟这个蕨饼。我觉得这间竹乐的风景真的是很漂亮、而且它的房子啊，跟整个氛围啊，还有后院啊，都超级漂亮的，而且它的占地非常的大。然后吃的东西呢，我觉得。 以一份300多来说，虽然有一点稍贵，但以这样子的景色配这个餐点的话，我觉得很 OK。而且它的主菜啊，像我们点的炸猪排啊，跟烤鸡腿都还蛮好吃。在南投第一个晚上，我们要来这个浮水山庄露营哦。它这个露营区很酷哦，它在这里总共有15个神殿帐，而且它每一个神殿帐都是有不同的风格哦。但你在预定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在官网上面跟老板说，哎，你今天想要什么样的风格？ 它这个露营区啊，整个都是种满了松树，我已经可以想象晚上在这个松树下是什么样的感觉了。它这个露营区除了有超美的15个神殿帐之外啊，然后还有 J 区、公用区。它这里整个就设置了很多个拍照点，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，这神殿帐里面也可以拍照。这个是晚上让人有萤火派对用的吗？咦，看起来真的是会烧哎、哇，你看它每一个都很好拍哎、而且它都摆好了，我们也不用用。不然自己如果要买这些道具、这些露营东西也是非常多又重哎。这一区还有一个帐篷是专门用来拍照的，我觉得这个帐篷非常适合你，这一打开门就会有一个人在里面坐着问你说：“你要抽塔罗牌吗？”他这一晚上不知道会不会让人家在这边吃饭哎，感觉可以在这边吃饭的话很不错，或者是办个萤火晚会啊，其实在这边这个场地很好。 我们在 check in 之前，他这边柜台还提供了很多防蚊液，叫我们喷一喷哎。我们来检查一下，看他们的厕所干不干净。到了每个露营区，我们都要来检查一下他们的厕所。他们洗澡的地方在那边，然后上厕所的地方在那边。这个人选择先看厕所，看来想必厕所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在厕所旁边有可以让人放东西的冰箱。 然后还有卖泡面跟饼干，以防你晚上的时候肚子饿，突然想要吃东西。我来看看女厕的样子，这里是厕所，还蛮干净的，有2间。到厕所了，要看男厕吗？不用，应该不用，因为不太会有男生建议上厕所这件事情。哦，就在浴室。这边有免费可以装水的地方，有饮水机，看看他们的浴室。这里还有吹风机，还有简单的化妆台。 然后这边是淋浴的空间，这边洗澡的空间有1间、2间、3间、4间、5间淋浴的空间，然后还有一个厕所。怎么样？他们厕所有过关吗？有，可以洗。它这里啊，你在办完入房之后，它就会给你一个这个备品盒，里面有毛巾、有浴巾、有牙刷。那来看看我们的帐篷吧。你看，我们选这个，我们的这个是文青系列摩艾土卫生纸，这个电灯就对了，这个电灯晚上点起来超美。2个双人床哎，你看我在这里站起来都不会撞到，棒，像一个房间一样，而且好温馨哦，整个进来的感觉就是很温馨舒适的感觉，而且都没有虫哦。哎，它这里有5个窗户哎，可以打开来通风哎。 你看，通风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它这边除了这个文青风之外啊，还有那个浪漫风啊、粉红泡泡风啊，还有森林风哦。然后它官网上好像就只有秀3、4种的照片而已，其实它还有非常多种的风格，你们就自己来住住看吧。晚上我要睡这边，我一个人睡这个双人床，你去睡那边，走开。 它这个是神殿帐，然后一个晚上才3000多块，可以住4个人，这样换算下来一个人才700多块。它这样子的价钱可以体验到这样子一个懒人露营，真的是很划算耶。那它除了刚刚那个公用的拍照区之外啊，它还有几个这种的帐篷是专门为下午茶专用的帐篷。然后它这边的下午茶区是11月才开放的。 如果有想来露营去吃下午茶，都可以预约。除了这些之外啊，他们这里的晚餐还可以选择烤肉或者是火锅。哇，你看这个还有这个椅子哎，懒人沙发。懒人沙发很少看到有这种有毛的，是不是感觉很像躺在一只很巨大的狗身上？很难想象这个露营区的老板是个男生哈。对啊。可以把这边弄得这么美。好了，现在4点多，那因为我们难得来南投一趟，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就不会在这个露营区用餐，我们会到埔里市区那边去看看这边有什么好吃的。晚餐的第一间我们要来吃这间胡国雄古早味面店，那这间呢是我们露营区老板，我们一问他要吃什么的时候，他就推荐这一间哦。第一间是什么意思？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会再去吃其他间，好啊。它这边里面内部的装潢都还有维持着以前旧时代的样子，很特别。它这边卖的啊，就是很一般面店的菜色，然后它这边就有列出他们的招牌啊，卤肉饭啊、切仔面啊、龟鸭条，然后后面呢有满满的猪类的小菜。如果说你要吃这种全猪大餐也是可以。它这个干点吃起来怎么样？ 跟我家巷口的干点一模一样，我觉得来这一间啊，吃的就是一个古早味的味道，因为它这一间呢是已经开业非常久，从日治时期就开到现在。但切仔面来说的话，我可能觉得新营的比较好吃。哎，我觉得它这个锅猫弄得很好吃，都不会有那个黏黏的咬嘴巴的感觉，不错。下一间我们要来吃这个苏妈妈汤圆，据说这个是郭董点名的汤圆店哦。 Melody， 你有看到超多人吗？有啊，超多人，而且到那边还有人。天哪！比刚才的古早味面还要多人，还好我们有来。对。刚才还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吃太多，吃太饱了？感觉这一定要吃一下的啊。对啊。你看那边的柜子还是跟你阿妈家一样那种古老的柜子，它这边有卖不同口味的甜汤圆跟咸汤圆，还有一些像是面店会卖的东西。然后我们点了一个花生芝麻汤圆。 跟花生汤圆，它每一颗的形状也不一样，应该是因为它手工包的。哦，你看它这个里面还有木耳哎！哦哦哦，这花生花生，我最喜欢这个里面的料了。它这个皮没有很厚哎，不错。你不是不喜欢吃汤圆的人吗？还好它这个皮很薄。哦，这汤好好喝哦，喝起来像是桂圆跟木耳的甜汤那种感觉。嗯。 非常好喝。嗨，早安。早安。昨天睡得怎么样啊？昨天这里有点亮。那床呢？床还可以。现在是8点半，我们要去吃早餐了。来看看他们早餐帮我们准备了什么。哦。埔里咸油条哎。 埔里最出名的，真的。Hello， 今天的早餐是这个清宝咸油条，它这个油条跟我们在台北的那间分店是不一样的，不同家。这间是清宝，听说是分店最多的一间。我们现在在他们这露营区，他们自己塞了一个野餐的景，这边吃早餐。然后你就在这边吃了他们早上帮我们买回来的这个埔里咸油条，然后坐在这个。 漂亮的小的野餐桌、野餐垫上面吃早餐。它这油条啊，里面只有包蛋，然后或者是可以选择要包热狗，但是我们这是只有包蛋的版本。刚刚在那边刷牙洗脸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身在那边很怪异？真的，只有我一个男生，其他全部都女生。因为其实厕所没有很多，而且它是浴室跟刷牙洗脸是男女合在一起的，完全都没有看到任何一个男生，除了一个小朋友的男生之外。 完全都是女生，来到这里露营的全部都是女生，我差点以为我是不是走到女厕去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吃饱后，等一下就要去埔里附近的一个瀑布啦，拜拜。